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。让我们在这美好的主日要即将开始来赞美我们的主，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，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欢唱赞美。我们一起来拍掌哦，宇宙的中心也
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呼求你来翻转这个土地。主啊，我们每天都需要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让我们安静心，不管你今天开心不开心，主啊，我们现在就定睛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让我每天都说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敬拜你，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